开始滚边，开始滚边就可以了。4.5哈、哦。哎、欸，4.5的斜布。有，我有折。哎、欸，好，4.5斜布，我刚刚标的物。要先剪板子。嗯，那板子是要做哪一种的呢？啊，这板子是要做哪一种那个包包的？做它的那个包包的底。嗯，就比如说，在每一个包包来讲，它是先打板，先打好之后，再按照它的大、它的那个尺寸把它剪起来。按照想要的大小，还有形状。嗯哼。所以它那差不多一个包包需要它差不多几块板。不一定哎、欸，不一定。那最多的话就需要很多块吗？最多有超过10块。哦，哎，所以10块把它组合起来这样子。对，一般大概5块左右。嗯。那种就没有黄鼠的啊？那一种没有，那个就没有。